这是一场战役，这是一场革命。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不断的进化。然后虽然1990野百合运动以来，也有就像你们在座的年轻人一样，捍卫着自己，守护着自己的家园。可是呢，当然也有人中间就变节了，因为权力欲望会腐化一个人。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不断的反省，不断的自觉，我们免于未来走向一条政治欲望甚至权力欲望的这样子的一个腐坏的道路，好吗？好。接下来的这一首诗也是在白色恐怖年代一位年轻的诗人所写下的。他看到那个芭蕉被在风雨之中打得就像一匹一匹的骏马，然后我们都是勇敢的战士，我们要继续守护摇着我们的绿色的旗帜，守护我们的家园，继续的奔腾嘶吼，好不好？好，那就来听这首芭蕉。四国的马，长风的战士，愤怒的手掌，拥抱到深蓝。
写了一首叫做南无救顿首菩萨，南无解莫难菩萨。他把呢这个世间所有的不幸，所有的迷倒灶，所有的这些烂疮疤，甚至草卡修改名经啊，下面拍安拍布啊，下面拢提来背啦。好，好，我今麦来背这这个背下拍糖菩萨。好，可是呢，我想他是用一种菩萨的这样子的一个悲悯慈悲的心，来把世间所有的不幸都收拢在一起。我希望我们除了来骂这些这些昏庸的政府，这些政客之外呢，我希望我们也像菩萨一样慈悲的心，然后有更多更多的智慧跟力量来奉献给世界，好不好？好，来来听下这南无救顿首菩萨。